大家好，我是萌姐。经过前面三个回合的激烈竞争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，决胜负的时候到了。火箭大战，为什么是火箭不是扳手呢？还是雪球滚滚吧，雪球滚滚挺好玩。来就中了丘比特之箭，搞快点，搞快点。宁宁哥准备打我吗？刚才咱俩不是伙伴吗？不喜欢这些要瞄准的东西，好像每次要瞄准的东西我都瞄不准，还是这鲨鱼棍棍打得舒服。瞄准的方向又不一样，还是拿着鲨鱼棍棍。又是谁给我放了一件丘比特之箭啊？搞快点，搞快点！一棍子，超爽的感觉。我们夺冠嘞，真棒！恭喜萌姐有点菜，全场最佳，好棒哦！